你给我整点那个祛疤那特效药，我试试看吧。怎么还那么勉强啊？听着呀，一般在我这儿有毛病就得换新的了。哎，你就整去吧啊，费劲。 手这还上来了啊！那是抓篮球的手，哎，这么巧了吧？你怎么这？哎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，干什么老板？哎，疼疼！这个穴位对视力好。还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你就这么隔扣过我？隔扣的人太多了，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。 照片天天换，今天恰巧轮着你。老魏，你说你天天都想着怎么对付我，是不是想的都睡不着觉？你不也睡不着觉吗？我是睡不着觉，我每天脑子里边想的也是怎么对付林动。林动，他上初中那会儿我就关注他了，经过我6年的三顾茅庐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你们学校。 你知道他给我的理由是什么吗？嗨，毕竟有名帅坐镇嘛。说我们学校分数线高，老魏，就我们学校那个分数线，实现了多少人的大学梦？可不是嘛，你们学校有梦就能上。归根结底啊，还是因为你们学校球队成绩好。这玩意儿啊，就是个循环，成绩好，球员就好，球员好，成绩就好，跟你也没啥关系。哈哈。 成绩好跟教练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别太猛了，悠着点啊！对不起啊，教练，这是你们学校的？不是，他是一个智力障碍。嗯。 只不过他从小就跟健全一起打球，不舔，把皮儿剥了。今天给大家组织了一场友谊比赛，但是友谊的事情我们先放一放，每一个球都得全力以赴，有问题吗？ 有问题，不，爸爸，来，赶快热身准备比赛。魏教练，感谢你邀请。不干，真要面子。来，我说两句啊。 对面是一帮残疾人，咱们点到为止，啊！魏教练不是说，对面教练话你也听啊？那快点，打一个，再加一个。方姨，人呢？魏教练带着孩子们搞特训去了，去哪儿了？ 什么篮球公园？来，九位，双方准备挑球，扔掉了，你们发吧。回到位置发球。来，罗威，组织起来啊，小组织起来。 好的，给那线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来来，两分，两分。好了没？太假了！你们这防啊！干什么呢嘛？这不，我叫你们来就这么打是吧？我的妈！
球，能耐好打，你弄球，不干什么呢？微微演出啊！魏教练，你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对篮球有了新的认识，那就是快乐。所以你是怕打不过他们吧？打？你找我们过来给他们做陪练，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？你从来就没有尊重过我们。行，你说对，你走吧。林教练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走吧，林教练。林教练的尊重已经给到了，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。教练，你这样太容易受伤了。This is my house.我们跑你的位置，跑你的位置，帅哥，快去跑你的位置去。拿球说话，对，拿球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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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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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别去打！他们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要不然前面就白打了。最后。
情况？到底喽！小兄弟，打得不错。Respect。哈哈哈。